个习性啦、啊，还是讲我伫厝啦，吼、哦，迄尤其是咱个国外，迄生活那是啊，变拢无同款。吼、哦，较去个国家已经拢较先进啦，而且虽然泰国有较落后，不过咱进去无像咱父亲人三十多年前迄个吼、哦，真正足艰苦个，吼、哦，较诶新春宴的时阵哦，随家家人父亲人去泰国啦，伊就讲啊四年啊吼。哦拢无一比球嘛，拢无出国，伊讲啊，所有澳场拢啊跑一趟，结果去到清迈，去到清不清迈，去到清迈，爱哥吼，六点钟哦，五点钟哦，结果呢，迄、那个阿南吼，因为咱开到一个所在时阵，伊讲伊迄阵啊，伊要办到时阵就是天气正，阿德开始用电啊，为啥用电啊？因为因为呢，车袂停，拢落雨啊嘛。哎、嗯，因为负责人穿鞋啊，吼穿皮，拢爱安那烫鞋啊，烫起来烫只脚。啊，即嘛吼，迄人才哦，无较看讲，负责人拢烫鞋啊，烫起来干嘞，啊烫只脚，啊穿啥？流气我问你，等下外文啊，你帮我讲听。流气我问你，沿路甲人才拍瀑布，看你怎咧办到？迄个辛苦，若从河啊进去吼，迄拢一定有大道场啊，哦，加速溪啊，无迄、那个。艰苦啦，所以呢，因就是忍辱吃苦。为什么呢？忍辱吃苦，因为因家迄个慈心悲愿啦，就是发菩萨这种心啦，要去度化有情的众生啦。迄心内吼，那咱你真个形容叫啥？大山倒在地就对啦。但是呢，因为伊有迄份的慈心悲愿，去度化遐少年仔出来，迄种遐囡仔拢啊十几岁了，真拢是咱。道场的优秀的讲师和管理师呢，那么一种慈心悲的去到那里底吼，把遐冤胎不住吼多出来，泰国的道场套进这样的方便，所以就是讲吼，前辈这样就是忍辱吃苦，无贪享受啊，吼，所以呢，咱呢绝对呢爱有迄种的好发的前辈这样一种的精神。吼、哦，咱通想讲，安那伫厝内，我就是爱食安怎，咱伫厝内就是爱困安怎，安怎过只过去吼，你看就辛苦，人就无感觉安怎，所以咱即摆就是呢，去爱一个好好做一个表单嘛吼。我剩几分呢？好下呢？用念的了，即看着时间吼，咱就想咱不爱简单哦，日目标日定，无可不退啊。就是讲呢，咱有迄个目标，一个立定，吼、哦，立定就是讲咱目标，就是讲咱家己自家，吼、哦，咱会当修改吼，正定正改当中，咱一定爱个一定一定一个啥，咱要度化有情的众生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度化有情的众生呢，会去拄着问题嘞，有啊，会去拄着问题啦，啊，拄着问题，你得爱无可不退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你无靠不退，就是因为你有智慧啊。那无的时阵呢，你马上就生起迄个吼退道之心嘛，吼、哦。因为安那，你念力归真呐。无论呢外辛苦呢，你赶快就是要去度化有情的众生嘛。自性无毛，因为你的性迄个自性呢，那讲了，听得讲诚意啦。你若有到自性，你就无迄个毛啦，吼、哦。积极热忱的迄个心啊，要去感化着迄个友情的兄弟姊妹啦。你着无认为讲外口的兄弟姊妹，伊是外卖卖，伊是外脾气，伊是外人啊吼无情。你的一心就是安那积极热忱要去度化的吼、哦。啊那安尼时阵呢，就那亲像你的热忱像一千度，我来霸道的迄个热度啦。哦，好，哈啦，比如像像一支铁啊，硬壳壳硬硬硬，但是你甲放落火炉以后，一百度、一千度，我若百度也喵喵的，你着发到系，又变成你要爱，看你去改磨成迄，去改动绣花针的上面，你着去雕嫩伊。伊迄支铁啊，硬壳壳又发到软化，就是因为迄个热度。伊意思呢，老师的意思就是讲，你用你热忱去感化着外口。诶，种诶兄弟姊妹，无论伊是外夫妻，无论伊是外弟弟，无论伊是呢外妹妹，只要你诶热忱，互伊，
好伊的话，就是讲伊迄个自信好伊的话，伊就去感受着，伊去感动着，伊就会当咧，好伊来感化吼。所以咱今仔透过着忏悔这个因缘咧，真心悔改，改毛病去避去，把咱内心世界遐无好的恶因缘去除，色界因缘无搁再复去，然后就爱搁提升自我的变。切自我，为家己看出初心修办的蓝图来。哦，咱今仔透过了忏悔这因缘呢，咱来家家己，咱来把握着咱一世的因缘，好好啊修办到，较袂浪费着咱初心的这个因缘啦，吼。结语呢，咱南子先夫讲慈悲讲，悔过忏悔一消，愿天公了愿应该的啦。无耻的，无耻是无耻的人，伊浪费时。干的作业吧，啊，那判断啦，谈好时间，好时机，啊，那聪明的人争取时间的求功，唯有的是智者，利用时间，有智慧的人利用时间啊啦，行功立德啦，哈，啊，咱这时间哈，参配了德观的，咱听下时间到啊哈，哎，本来好海用德观，就是讲在咱这个忏悔班的当中，好好功德的，啊，借着这个德观，好咱去审视。咱伫带来咧买利润的时阵，去想是咱一年当中咱所犯过的罪过，参加清场，我咱重新跟咱做新人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哦，今咱这个班呢，我到三点，我咱甲咱报告到这。而且学习的过程呢，如果讲要有所改善，慢慢说下做。啊，咱前人、副前人、各位点老师以及各位前线。咱大伙我是纠正，这是互相最大的盼望啊！祝各位前贤呢，吼、哦，身体健康，欢喜充满，道路宏展，感恩。大众请起立。前道主公，尊道主公，我们再次以敬礼。